好，大家好，今日猫叔带大家坐下360。咁咧，夠零水咁啊，至少30分鐘輕輕鬆鬆咁啊，喺大佛嗰度翻落嚟，咁啊，屌你驚！耶！咁啊，間唔中坐一次咧 ，OK 嘅，唔好來回啦，就咁巴士上，然後 cable car 落，咁啊最舒服啊！咁啊，如果中意我影片啊，撳個 like 啦！如果想繼續收睇，撳個訂閱，貓叔繼續帶你遊香港。Bye。